告啦，有带手机的请关震动或者是静音，有带相机的请尽量拍。来，哇哦，好紧张哦。对呀、啊，好近哦，你们这些可以远一点吗？你们好，我们是来自那个，看我们的颜色就知道非常暗的那个山上的布农族。我们是布农族的，那前半段呢是我们布农族的自己唱，然后后半段呢也会有阿美族跟台湾族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会带来很多首歌曲，那其实有很多歌都是很多的前辈哦。很多的前辈唱过的歌，然后因为借着这个机会，然后唱给大家听，因为我们其实很喜欢唱歌。欸、你要讲话啊、哦？对啊。布农族不喜欢讲话。有没有听到我们布农话不合意思？有没有？有没有第一次听过的？啊，每次我常常问说，我们布农族最有名的是什么？人家都说天龙八部，天龙八部，我以天竺龙七个人，这就是我们的布农的八部合一，有没有好听？好，谢谢，好贵啊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呈现的这一首歌呢，是我们也是我们布农族的歌曲，但是比较早期的歌手写的一首歌。那这首歌呢，我们全部都是用布农族的话来唱，因为其实我们自己都是布农族，就是在地长大的布农族的年轻人，我们很纯哦，对啊，不是很纯，是很纯，很纯的布农族。那其实我觉得，我们在平常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讲布农族的母语可能不是很会讲，但是很庆幸的是，这首歌我们可以很标准的唱出来给大家分享。虽然你们可能听不懂到底我们待会在唱什么，但是我们不会乱唱，我们也会唱得很标准，然后呢会再跟大家解释这首歌到底在说什么。那这首歌旋律很慢，是非常早期、非常非常早期的一个布农族的人男人做的一首歌，这首布农族的南京经历。Oh,
两公里。哦，班级的经理啊，那班级的经理呢，在布农族语是一个人的意思，所以这首歌其实我们很喜欢。那我们也很庆幸的是，现在还有很多布农族的年轻人都在唱这首歌，因为我觉得学各种语言啊，不管是自己的母语啦，不管是英文啦、台语啦什么的，我觉得用唱的会比用背的、用练习的来得快。对对。所以呢，接下来呢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唱的是台语歌，就是用唱的比较快啦。所以呢，是将会的哦。这首歌我们很喜欢，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卢凯族的歌手达达诺他唱的这首《原住民的心声》。然后呢，我们也很努力的一直在唱的时候，一直被人就是被汉的不是汉朋友，闽南朋友一直纠正说，哎，你那个不应该这样唱，那个不应该这样，就是发音不标准这样。那我们一直改，一直改，因为有很多的发音是我们自己创作的。太好了，这个。就是唱创作的，就会通常就是真正的闽南人可能就听不懂了，所以呢，其实我们一直不断的修正、修正再修正。宝贝，好，然后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应该唱的是修正大概800万次过后的闽南语版嘛。那这首《原住民的心声》，然后曲风比较轻快，然后我们唱的标准了，我们有信心，所以你们应该会听得懂我们在唱什么。至少可以打分数吧，举牌。好，接下来这首《原住民的心声》。
阮厝边的心声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不要这样了，听得懂吗？哎，可以了，边说边加分哦，还可以 ，OK 了哈，这首加分机。很喜欢，然后就是达格玛他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原住民的歌手，然后我们就想说，哎，他应该今天不在吧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唱他的歌，这样就不会被纠正。好，刚刚唱了布农族，然后又有达格玛的创作的歌曲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唱的这首歌，大家应该都有听过，很舒服的一首歌。啊，里面讲不知道嘞，我还没有讲啊，国语的。中文的，中文的，中文的嘛，我们要唱中文的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对，中文的。那这首歌，非常的经典的一首国语的老歌，然后你们先听听看，因为我相信应该大家都有听过，听听看这首经典的国语老歌。为什么要睡？
你才刚刚起来。好，这首歌，然后我们在练的时候，因为常常那个 key 会不准，妈，啊，这个到底怎么唱？我们就一直在哼这样。重点是，妈，有时候你唱的不管我们是一个歌词，像跟前面不一样的，这样啊。所以这首歌我们很喜欢，然后很久很久以前有唱过，然后后来为了这一次，哎，为了铁花村这一次，我们又就是专门啦，为了铁花村的表演，然后我们为了这个表演呢，还重复很多次，这样加重语气。为了这个表演呢，我们又重新练了这首歌，然后呢，我们的乐手都是新配的，所以大家都很辛苦，所以这首歌希望大家会喜欢的是《亲人的眼泪》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唱了这么多首歌，我希望呢可以唱一首我们的歌，也只有一首歌。我们很喜欢唱歌，然后因为我们都住很近，这样哦。然后呢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想说啊，我们会唱歌，还算会唱歌啦，那我们就自己写一首歌。因为我们不会弹吉他。我嘴巴比那个手还快啊！我们的乐手很累哦，我们在练习的时候，我要你应该要等等等等等等这样啊，然后哎，贝斯你应该 biu， 他说什么是 biu， 就是那个的那个，然后他就很烦，你到底要怎么？因为我们不会乐器，我们真的不会乐器，但是还不错的是我们还会唱歌啦，所以呢，然后我们自己也难得去写这一首歌，对，101首。这首歌呢，唱了又忘，忘了又唱，唱了又再忘。反正总之这个歌很难生就对了。那终于呢有一个东西叫做录音笔，我们就把它录下来之后呢就不会忘记了。太抱歉了，真的，真的是太配合了，太配合了。然后呢写了这首歌之后呢，我们的吉他手说，这个是什么麦？你就G麦嘛，这样啊。我们也不懂的，所以这首歌我们其实一直唱很久了，然后很高兴的是，我们有机会出 CD， 不是单曲啦，就是就这一首歌还出上，其他都是别人的。好，那这首歌我们就是也填上了，因为自己做歌其实很方便的是，也很好的是可以写上自己喜欢的歌词，让我们写到了自己最喜欢的故乡台东。然后呢，因为我们是住在那个往延平，就是往红叶那个方向，所以呢，你只要走省道九号线呢，在356K， 哎，直接并来了，在356K 的时候呢，过线路上，对，过线路场，你再往右边看，就会看到红色的旧的鹿鸣桥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把那个我们的那个旧的鹿鸣桥也写在歌词里面。所以呢，这整首歌其实我们很喜欢的就是台东跟旧的鹿鸣桥这两个地点啦，啊，哈，其他的铁花村什么啊？Yeah. 好了，新歌我们后来会再写了，希望啊，美丽的铁花村。好，那这首歌我们其实是写给很多部落的年轻人，然后现在是读书都会到外面去读书，所以呢会常常会觉得，哎，是不是因为在外面常常会碰到很多的汉朋友，都会说啊，你是哪一国来的这样啊，然后啊，你的中文怎么讲的那么标准？其实我是台湾原住民，只是你一直觉得我是外劳这样。所以呢，我们想说啊，就写一首歌献给不只是我们部落的年轻人，还有很多很多原住部落的年轻人，他们在外地求学的时候，现在的生活过得很好，那只是唯一会比较想要去尝试的，就是换了新的环境的时候，其实多多少少自己的个性，原本的个性都会收敛一点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就写了这首歌，然后献给很多很多部落的年轻人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这首歌名叫什么？还没讲，回。我们努力的乐手，很轻快的一首歌。
他自己写的，然后我帮他唱的。好，我的名字叫布丽，我是沙米。然后呢，待会呢，兄弟，对，兄弟，我们兄弟，后面的姐妹呢，太棒了。待会儿还跟大家介绍我们的后面的姐妹是哪里来的。对，那我们要告一段落了吧？还有啦，还有一首歌，你们难过的。好，这首歌，抖内，这首歌，很恐怖。这首歌是应该大家都有听过，《流浪记》谁唱的？把嫩。把嫩是谁了？还把嫩呢？把嫩。好，《流浪记》。是有的，你把嫩吗？这首《流浪记》在很多的原住民的年轻人他们都会唱，尤其是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，那这首《流浪记》我们很喜欢。然后这是把奈他唱的歌曲哦，他做的歌曲。那我们呢，前面呢加了一点点小小的创作，所以刚刚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呢，我们总共创作了一首半，有一首半。加把奈现在我们要唱的这首《流浪记》的前面的半首呢，总共一首半，硬是要半。所以我们前面呢，其实《流浪记》前面我们加了一点点自己的小小的创作，然后中间呢我们也改变了一点点。那这首歌要很用力的唱。你好像在警告什么？前面你要带雨伞。对，要护手，我觉得是我们一直往后面退，我们的乐手都不知道该去哪里。对，我们有开始主持流了。好，那我们先唱这首我们自己小小的创作，然后加把奈的《流浪记》，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待会我们唱完这首歌之后呢，会给大家休息时间，然后接下来还有非常精彩的歌唱的演出。先警告一下，休息的时候请补满一下位置哦，不可以绕跑的哦。好，上这首马上回来，我都有登记哦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把奈的《流浪记》。心痛彷徨。
了我的家乡。